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明哥。今天呢，出来，南宁这里啊，第一个是收货款，啊，货款呢，差不多今天呢已经搞定了啊。刚刚，吃完饭，刚刚跟我几个朋友一起吃完饭，吃完饭以后呢，就，我先过去收完账，收完账之后，现在呢就忙完了，然后就带着小凤呢就准备回青州嘛，然后青州那边呢还有事情要做啊。也是很感谢啊，我那几个朋友他们我过去了，他们已经把那个牛肉啊，牛肉火锅，对，牛肉火锅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是非常的感谢他们的啊。今天呢也是算出来也是没有白来啊，要账也要到了、要到了吗？要到了呀。好不容易要到现在天都黑了，我都很担心，我怕要不到，白跑一趟是吧？偏航了？没有偏航。哎，现在呢就准备回去了，小凤。哎，你坐好哎。坐好了。我这样坐嘛，要怎么坐？要坐到你腿上啊！小胖，你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，很饱。啊，饱了，就是有点辣啊。那个不辣啊。嗯，对我来说有一丢丢。哦。下次叫你那两个朋友去青州吃我煮的啤酒呀、柠檬呀。好啊。还有鱼，他不是想钓鱼吗？我那里有鱼钓啊。去你姐那个鱼塘钓鱼吗？我的鱼塘，我跟我姐的鱼塘，我有份的，可以钓的，我姐给她钓的，放心吧。好了，那我下次我等一下。要加油啊，加油啊！现在过去不了，等一下去加吧。等一下，那我等一下给她说。嗯，叫她去钓鱼。给她说，让她去，你那个鱼塘里面去钓鱼。嗯。他俩都喜欢钓鱼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叫她去啊。是啊，不然的话。喜欢钓鱼，喜欢喝酒，喜欢。对了，你还要他说让你给他介绍对象的那个对象，到时候你把他带出来，不然的话呢，是不是？嗯。今天呢，出来之后还是下点蒙蒙雨啊，今天。这个路适合我开呀，没车。啊？这个路适合我开，没车。没有车。你看到有车吗？只是车比较少。对呀、啊，车少，要不你开？我没拿到驾照，怎么开？那你加油啊！等我考到驾照先吧。拿到驾照，你都开，给你开腻。嗯。给你开腻，给了你油门都不想踩。南宁的高楼大厦。啊，这不叫高楼大厦，市区才有高楼大厦嘞。现在开始上高速了，是不是？前面马上就到了。在哪里上？在前面呢。在前面呢。嗯。红绿灯这里有一个。沙井收费站。准备上高速了。走 ETC 是吗？嗯。准备上高速，去青州。先把你去深圳，先把你送到大山再说。去深圳，这个沙井收费站。沙那个，你以为是深圳沙井啊？对，深圳沙井。咦呀！哇，上高速啦，我们。嗯。水到这方清，草到这方绿，风中溪水潺潺。进我心里，花儿悄悄开，寻着花香。都移到青州了。满山开放的红杜鹃，那里都是你。终于到达青州了。从早上到晚上，天都黑了。站在山顶就想把星星摘下来。上面怎么有几个孩子？绿草也无影，春风吹过来。你就是我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海，美丽的草原，别说我不在，我就是你身边那一朵云彩，不一样的。
和你。